我抬了抬头，哎，给叔叔抱抱，安慰一下。 贼，逃难所，憋死了了，好凶啊！为什么偏偏喜欢律师孩童呢？哎，管他那么多做啥子哦！那边去，莫问。 啥子嘛，真是窜到脑壳里长草哦！这妖值多少钱？自己看。啥子意思？哎呦喂，穷奇，善奔能飞，栖居山间。 前人将妖分为十二等，此妖乃兽灵道，镇妖司发榜悬赏，分得此妖者，赏银150两。150两，啊，仙人版本，老子发财了！咱们三个一人50两，耶！耶！哎，不对啊！ 按理说不吃人呢，这穷奇怎么如此凶猛啊？怪事儿，怪事儿！哎呀，你管他怪不怪事啊！走走走走，咱们进城里赏去。对，听说城里还有很多妖，咱们去碰碰运气，顺道看看你爹跟我娘。等等，这一次的捉妖赏银，我要50成。给我机关车都砸坏了。